啊，下面说，震慑之际的无为法身也。极乐一正者，真实智慧之流现，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。这个一切真实什么意思呢？一切全是自性啊，跟自性清净圆明体完全相应，这叫一切真实啊！啊，这个圆满的相应，究竟的相应是谁呢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做到了，所以他的名号也相应。啊，名号就是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他的名号。名号就是无为法身，法身就是无为名，这个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一堂课里头讲到啊，啊，设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经教。不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了，啊，当然也包括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设的一切经教，都可以回归到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，把明心见性的境界活盘托出，详详细细讲给我们听听。啊，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。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为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最后华严的圆满，这是怎样你才能够像释迦牟尼佛、像诸佛如来一样，也能够契入华严境界？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。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，所以华严得到净土才算是圆满啊，如果没有净土，光说那个境界没有人能证得啊，那真的只能说是上上根人有份，上中下都没份呐。啊，普贤菩萨这也倒归极乐了，不但普贤菩萨，文殊菩萨也不例外。文殊菩萨到在华严经最后也是发愿。往生净土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给我们大家做个好榜样啊！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十方三世一切如来。所说的一切经教最后的总结就是无量寿经，总归接到这部经。